大家好，经常看我节目的观众应该还记得，我不久前在二手市场以极低的价格套来三台8寸半的大画幅相机，我要把它们改造成可用的规格。其实这个改造早就做完了，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改造的过程。这种木结构的折叠外拍机是上世纪30-40年代日本生产的，它拍摄的底片尺寸是 8.5×6.5英寸，现在这种规格的底片已经很少见了，所以我想把它改造成8×10英寸和5×7英寸两种规格。改成5×7英寸很简单，只要用转接板把5×7后组接到相机上就可以了。改造所用的材料只是一块胶合板，在制作完转接板以后还要进行遮光处理，确保安装后不会有缝隙漏光。相机本身的皮腔也需要修补，这个改造过程有一天就完成了。改成8×10就复杂多了，这需要把相机的后组扩大才能把标准的8×10后组安装上去。在改造前要先确定结构方案，包括尺寸和材料，自己动手制作木材是最方便加工的，在本地的建材商店有加工好的木条，在做设计的时候要以现成的木料尺寸做基础，这样会大大的方便加工过程。我用橡木做主框架，松木做内部的支撑，我没有电动台锯，就用手锯切割木料，然后再用削钉定位粘合。组装的时候不小心弄破了手指，就当是给相机留下自己的记号吧。转接框做好以后要用黑漆喷涂内部，这是因为木板在强光下还是会有轻微的光渗。比较难解决的是怎样把转接框和机身框连接，最简单的办法是用螺钉，但是这样会破坏原来的框架，我希望在不破坏原机的前提下进行改装。框架下部的连接利用相机原本的结构，上部则利用它的拎手接环。原来的皮质拎手已经老化断掉，我在转接框上安装两个挂钩，让它们能够挂在这个接环上。为了增加连接强度，我用橡皮筋在中间做了一个软连接，不让挂钩承受太大的拉力。改造完成以后要组装到机身上，仔细检查接口处是否有漏光，当然相机的皮腔漏洞也要补好，这个工作比较费时，用强光手电从外部照射就能发现漏洞的位置，大漏洞要用黑卡纸从内部粘贴，小漏洞用专用的黑胶贴从外部粘补。8×10相机的改造大概用了4天时间，然后就可以拍摄了。改造好的相机体积小，重量轻，很适合外拍。这台8×10相机的机身重量只有3公斤，相比我那台金属的星座8×10相机轻了4公斤多。改完的相机需要试拍，看看有没有问题，尤其是有没有漏光现象。5×7相机是给张一之同学改造的，这也是他第一台大画幅相机。拍摄的时候他使用的是福马5×7胶片，我用的是8×10伊尔福的 HP5 胶片。试拍的过程很顺利，不过胶片冲洗出来以后还是出了一点意外。张一之同学拍了4张胶片，有3张装反了。这种情况在初次使用大画幅的人身上很常见。在拍摄前我已经向他演示了胶片的安装方法，但是在实际操作时还是因为紧张出了问题。另外他用的福马胶片出现了严重的灰雾，这种情况不外两种原因，相机漏光或者胶片本身出了问题。我已经很小心地检查过相机，因此漏光的可能性不大。我把一张没有拍摄的胶片经过显影和定影处理，发现灰雾仍然存在，这明显是胶片的质量出了问题。我把仅有的一张没有装反的胶片经过扫描之后调整了色阶，能大致看出拍摄的画面。第一次拍大画幅翻车也算是正常情况吧，张一之同学已经联系了胶片卖家，同意给他退换，等下次拍摄希望他一切顺利。我用改造好的8×10相机拍了3张底片，从拍摄结果看是非常成功的，底片上丝毫看不出漏光的迹象。拍摄用的镜头是我自己改造的，因此拍摄的画面有一种焦点散开的效果。
80-10 相机曾经是我主要的拍摄工具，这台相机最大的优势是轻便，我打算用它拍一些新的作品，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我们下次见吧。